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然后之前呢有参加过模范棒棒糖的录影，然后已经两年多，也在之前获选了棒棒糖二军，组了一个团体超客七，发了一张单曲。而现在想要来参加金曲超级星这个节目呢，就是希望能让更多人大家听到我的声音，因为真的很喜欢唱歌，想把我声音唱给大家听。对，然后今天带来的歌曲是阿妹的《真实》。太多疑问，事到旦又如何？原来容忍不需要天分，只要爱错一个人，心总比快乐更真实。爱为何这样的讽刺？我忘了这是第几次遇见你就无法坚持。